坐下，把人放下。儿玉，事到如今，如果想要阻止战争，恐怕也就只能赌一把，去凌云陆远同的大营刺杀他。道乐，这么晚了，他出城做什么？之妻杨柳氏，东岳大人，劳烦太医帮我查一下上个月是否有冯熙的就诊记录。是。有，上个月初八，冯相爷曾经带过一名唤作杨柳氏的民妇来看病。杨柳氏身患何疾？记录上只写着她怀胎二月，其余并无记录。东岳大人，还有何事？哦，我听说不久前贵妃开棺验尸时发现已有两个月的身孕。是啊，难得贵妃终于怀了龙种，却落了个这般下场。哎。哦，谢谢啊。
殿下，找到冬月了吗？府里各处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。他会去哪儿呢？也许他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派人去他常去的地方找找。哦，冯府那边也派人去找找。是。小叔，陛下已经将贵妃的棺椁下葬了，不会再有人反查此事了。只可惜没能让姐姐葬入皇陵。冯相爷真是艺高人胆大，竟然用杨琴妻子的尸体偷换贵妃的尸体，还在陛下面前上演了那么一出苦情好戏，真是厉害。姐姐，你对冯熙的情谊冯熙心里都明白，如果有来生，冯熙一定报答。要是贵妃的在天之灵知道你为了替他报仇残忍地杀害了两条性命，他会作何感想？冬月姐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你，冯大人算无一策，绝胜千里。我冬月不过就是你翻云覆雨的一颗棋子，哪里配得上你？
殿下。怎么样，人呢？没找到，回禀殿下，刚才竹明义的人上报，看见东岳骑着马往凌云的方向去了。那是陆远同的属地，难道东岳的？殿下，召集所有能调动的兵马，出发去凌云。是。前面就到凌云了，陆远同的大营就驻扎于此。大家都小心点，这里面装的可是军械。你们两个赶紧行。是。动作都轻一点。小心点，这批军械威力很大，陆侯爷重视得很。殿下，为了救东岳，我们这么贸然进入陆远同的属地，是不是不妥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况且我们此去只为救人。慕容姑娘，我们安插进定远军中的兄弟都已经就位了吗？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慕容姑娘办事冯母一定放心，只是我想在原来的数目上多加上一笔。莫非相爷有新条件？我想把我们商定的行动日期提升到本月。相爷莫要跟我开玩笑，陆远同戒备森严，稍有异动，我们浩山兄弟就有暴露之虞。不必算了，你要钱无非是想重振浩山，只要此事办成，浩山的事就是我冯熙的事。好吧，有相爷这句话，成交。其实还有一事相求，东岳潜入了定远军中，恐有危险。战场之上杀人易救人难，这个道理相爷不会不知道吧？玉高不断刻，活高价出头，只要慕容姑娘肯干，能够救出东岳，尽管开口便是。侯爷。冯熙，你来做什么？这几日不见，侯爷身上竟多了一份雄主之相啊。你是大印右相，有话直说。好，既然侯爷不喜欢啰嗦，那我就开门见山。这次冯熙来是想投靠侯爷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来投靠我？这堂堂大印右相，我定远侯岂敢高攀？印灵帝荒废政务，致使朝纲败坏，军纪废弛，而侯爷治军严明，麾下雄师百万，定远六镇财力雄厚，怎么甘心做这偏安一方的诸侯呢？
你冯熙是个识时务之人，我知道你费尽万难才爬上了右相之位，难道真的甘心做一个身败名裂的叛国之人？冯熙知道侯爷还存疑，所以备了一份大礼以表诚意。这份荆棘布防图应该是侯爷此时最需要的东西了吧。这礼物够诚意了吧。报告侯爷，方将军在外面抓了个女刺客。侯爷，此人便是当日京都大宴上刺杀你的女刺客，只不过当日冯熙找人替他顶罪，硬是让他逃走了。小女子长得不错啊，只可惜跟错了主子。什么主子？我冬月做事向来独来独往，情深意重让本侯感动。冯熙，你从哪儿找了这么个小女子，对你如此痴情？陆远同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被你抓了我认栽，可你不要牵扯毫无干系的人。毫无干系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瓜葛。来呀，王熙，你现在就给我砍了他，我就接受你的投靠。你要是不忍心，就别怪本侯绝情，我会杀了你们这对亡命鸳鸯，如何？我会看着。冬月，自从我认识你，你便一直阻挠我的道路，处处破坏我的计划。我要杀左相，你偏要保他；我要保陆侯，你偏要杀他。我处处救你，你为什么处处害我呢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有没有为我想过一次呢？可是我知道，你心里有我就够了。
原来你早就在我身边安排了细作。现在情况危急，香野你先走，浩山的人已经暴露了，恐怕今后再难牵制陆远同，我和兄弟们就在这殊死一战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早已布好局要对付陆远同，否则我们都先活着离开再说。放心，看你们这次还怎么逆转乾坤。放心，你的命我收了，这江山迟早是我的。不行，我好后悔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
儿玉，儿玉，我还有机会重来一次吗？重来，一定能改变结局吗？我不怕死，我只是觉得好遗憾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你都要重新再来一次。我明白了，闭上眼睛，想着你想回到的地方。我想回到去凌云前，我不惧刺杀陆远同，相信凤喜，这一切或许就能改变。每次用玉笛逆转时空，笛子上的血纹便会蔓延，这意味着笛子的灵力在慢慢减弱，而你的偶身也会受此影响。我是文心，也是冬月，在第一世我遇到了冯熙，爱上了冯熙，可因为不相信冯熙，最终没有阻止战乱爆发。尔虞答应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这次我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客官，来，您坐。前面就是凌云了，就是这儿。我不该再往前走了。大人，我一直在陆远同军帐处守候，并未见到冬月姑娘。还有，我们的探子说他在凌云界碑处见过冬月姑娘，可他似乎已经折返回京了。看来冬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不再执意刺杀陆远同。这群废物，看你们小心点，不知道小心。殿下，为了救冬月，我们这么贸然进入陆远同的属地，是不是不妥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况且我们此去只为救人。不知道这批军械对陆后多重要吗？使劲儿！你们知不知道这批军械从岐山运来多不容易，弄不好回去都得死。岐山运来的军械，这批军械应该是冯熙给陆远同的。既然让我们给撞上了，哪有放过的道理？保护军心。打开。果然是军械，这就是冯熙倒卖军械的有力罪证。